熊，爹爹拿起来喝。嗯，可以。对啊，拿好呀。好，我们第一次练习喝水了哟。好，咕噜咕噜咕噜。对焦，对焦，对焦。哔哔哔哔哔哔，对焦，对焦，对焦。来，姐姐，我需要你帮忙，请把他的杯子，水杯，哔哔哔哔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的是一只熊正在练习喝水。首先，双手握住浮把，嘴巴对准吸管。妈妈，咕噜咕噜咕噜。他在玩呢。宝宝喝爹爹哦，咕噜咕噜咕噜。宝宝喝爹爹，咕噜咕噜咕噜。啊，你拿他们光了。哒哒哒哒，弟弟拿，弟弟拿。对，很棒。对啊，啊，那嘴巴要对着那个吸管哦，宝宝。哥几嘞？哎，熊嘞？来，来，手手，熊熊手手，手手，大家仔细抱着这样子。我想抱着你到天涯海角，是不是？我想要抱着我的水杯走遍天涯海角，是不是那一首？我想抱着我的水杯走遍天涯海角。对啦，哎呀，拿得真好啊，真好啊！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练习喝水哦。啊啊，啊，吸。一二哦，成功成功 ，OK， 吸，好嘞，跟着妈妈的动作再吸，很棒很棒很棒哦，搞搞搞。